追星有风险，歌迷需谨慎。17日晚间，人气火爆的韩国女团 4MINUTE 在街头开唱，吸引大批歌迷将周围完全占据。为了一睹偶像风采，有30位歌迷冒险站上了附近地面上的通风口高台。然而覆盖通风口的铁板经不起如此重压，最终意外崩塌，造成了16人死亡、10人重伤的惨烈场面。而在坍塌事故发生之前，就有歌迷拍到了铁板已经不堪重负被压弯的照片。虽然这场演唱会的主持人一直在呼吁歌迷离开危险地带，但为了更清晰地看到 4MINUTE 演出，高台上的歌迷们完全没有人离开，最终造成了这一场惨剧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通风口的铁板下至少还有2层楼的高度。而当时目击了这次坍塌事件的人则表示，当时只听到一声惨叫，他们就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。